要比对手付出更多的努力。为了能够在奥运会赛场上为国争光，中国举重队的队员已经连续几年没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了。去年我们也是在海南过的年，我们每年过年基本上都是不回家的，我们必须要一直保持着一个训练，艰苦训练，才能够在比赛中发挥一定水平，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家人的支持、亲友的理解，是运动员们拼搏的最大动力。奥运会上取得可喜成绩，我们今年总体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实力，所以今年的冬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我们来到五指山是第一阶段，然后咱们五指山利用咱们五指山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这么好的一个气候条件啊，它的负氧离子这么高，把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通过大强度啊、大运动量的训练，这个身体的疲劳状况恢复的会更好一些。所以说来到这里六周的训练下来以后呢，咱们运动员普遍的反应就是，普遍的现象就是，整个的不管是专项的能力也好，还是专项也好，都在提高上来了啊，都提高了，甚至有的已经恢复到历史的最好水平，这也是往年我们冬训当中所很少见的。据悉，国家男子举重队将在2月17号，也就快点啊，走，哎，好的，正好，就是啊，
深吸，第一步深吸，深吸拉到膝关节，然后引吸，然后蹬腿暂停，提走，对，没有感觉啊，对。